要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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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耶耶罗海耶海呀海上海呀耶海呀高山的姐们儿啊咱下河来耶海呀坐的船上啊咱绣花海耶我秦岚向白虎神起誓，我郑天游对白虎神起誓，我林武对白虎神发誓，拿下郑家庄，如有违背，天地不容。向白虎柱还了人头愿，我以为我可以得到白虎神的原谅，可是我没有想到救命还是死于非命。如果你真能帮我回到龙潭山，我林武以性命担保，一定把你平安地送回田家寨。我秦岚愿意陪林武重返龙潭山。地下有鬼魅在听，若有为事，天诛地灭。这龙潭山地跨三省，我是这一山之主，只要我跺跺脚，这三省都得震动。我们田家的祖上是世袭的土司，是这清江上的守护。站！乱世出英雄了，郑家庄称霸清江指日可待。雄霸清江，雄霸清江。还有人敢冲我龙潭山？谁让你开的枪？神主，他！在这清江八百里，还有人敢跟我作对？你想干什么？把枪放下！放下！放下枪的应该是你吧？知道我是谁吗？不知道。这不是郑霸郑老爷子吗？老爷被劫了！啊！爹，快住手！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今天一定要拿下龙潭山！秦岚，你不能去！秦岚，打破了这恩师的势力格局，就不是什么好事了。我们帮他们田家寨灭了龙潭山，他不但不亲自下来迎接，还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这个老东西太不把您放在眼里了。
还要娶那个杨学生做我的小老婆，我还要杀了田正明，我看你们谁敢！那你的意思是，我们真的要攻打郑家庄吗？你们郑家人都该死，都是一群畜生！儿子，赏爹一个痛快！虽然故事已经演完了，可惜故事的结局不是你来决定的。这种局面，你觉得还有什么转机吗？谁说故事的结局就只能是一生一死？还有一种结局，叫做同归于尽。去死吧！也只有恨这个世道，改变这个人吃人的世界，我们才能彻底的消除仇恨。大宝局长，齐拉，那你这是要离家出走吗？快走，局长！我先跟你们去游行，然后我找田正明去。还真没有玩过女学生呢、啊！畜生！你去把那个女学生给我带回来，别让林武那小子给我叼走了，这是我的嫩肉。第一眼看到你之后，我就看上你了，打心眼里喜欢你。我叫敖子。现在秦小姐就是狼嘴里的一块肉，我们必须救她。那个女人就是毒蛇的化身，是她带来了灾难呐、啊！你谁？你不是要去田家寨吗？我可以送你去。别磨蹭了。你干什么？放开我！你现在已经安全了。放开我！你让我干干净净的去死吧，行吗？要到田家寨去找田正明了，我答应你。砍了他呀！砍了他！还不动手，等什么？这个女人是谁？我必须先去救人。龙潭山的女人是一条命，田家寨洞房里的女人也是一条命。发兵龙潭山，到时候让他们尝尝咱们大炮的滋味。秦岚，秦岚。千辛万险，我跑过来找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你看错我秦岚了。即使我再爱你，我也不可能做你的妾。因为你，我和正明才能真正的走在一起。谢谢你让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现谁也不能缺了谁，我们之间的感情可以坚不可摧，更加信任。小石头给我抱回来，我刘小子，我的孩子，你给我儿子，你拿来，还给我的儿子，你放开我的儿子。陈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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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起，秦岚死了。你能陪我一起攻打田家寨吗？当然，可田家寨是座古寨，建筑复杂，防守严密。我已经让林峰和老七跟你和郑天游一起去革命，其实也不光是为了我们的誓言，更多的是因为我愿意相信你们是对的。我相信你们会结束这个丑恶的时代，开创一片美好的未来。证明我想好了，明天就去跟我父亲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土司的傻小子。证明，我以为我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他算个什么东西？我才是正义夫人。你是一个知书达理的好姑娘，我只爱你一个人。这位就是秦小姐吧？咱们嫁了同一个男人，今后可要以姐妹相称了。如果是走的话，应该是我一个人走。爹，我求你了，你就让我和小兰走吧，爹。哎，我们终于自由了。你要做一个好的首领，知道吗？那你呢？我还有别的选择吗？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会毅然决然地来到你身边。夫人，影响你在田家寨位置的可不是那个女人，而是您的肚子。求列祖列宗保佑，求宋子娘娘给我九妹带来一儿半女，若能了了我此桩心愿，九妹一定天天都来给祖宗烧高香。都说这秦夫人肚子里的孩子到底信不信天还不一定呢。臭九妹，你血口喷人，你就怎么样？我就让九妹休了你。你就是想把我赶出田家寨是不是？我们两个到底谁狠？你敢谁？你打我！如果是这样，那你就先打死我。能听得到吗？听得到，听得到。凭什么姓秦的女人怀了孩子，可我呢？我的孩子在哪？如果她生的再是一个儿子，那我怎么办？田家寨还会有我的容身之地吗？田正明，你欠我一个孩子，你欠我的。把枪放下，你让我做你一日的阶下囚，我会让你的儿子和林武做我一辈子的阶下囚。天作孽犹可恕，人臭孽不可活。别动过了，别动过了，站着！你就不该来暗室。如果没有你，我跟郑明是多么美满的一对。如果没有你，郑明他就不会死。如果没有你，我就不会落到这步田地。田家寨是田家的，田正明是我的丈夫，田家寨是我的家。我们嫁了同一个男人，这里是我的家，也是你的家。我宣布，从今天起，我跟邱九妹共同管理田家寨。林大哥，我喜欢你。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吗？就因为你不是土匪。不要叫我大小姐，你叫我龙秀。大小姐，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的。你给我记住，你想的龙潭山我可以给你，可我想要的是你。
你必须给我。远古之人要用自己的心血来喂养他，你的心上人以后便不会背叛于你了。林大哥，那你会一心一意对我吗？我会。我是真心喜欢你。我也喜欢你。我答应你，等我救出金兰，替我爹报了仇，我一定回来。到时候我的心，我的命，都是你的。你今天要是敢走出龙潭山一步，我就一枪崩了自己。我真希望你这一枪是冲着我开的，这样的话我就解脱了。Oh!
二对二呀，刘